那你能不能让牙齿变白？它是要刷才能，非常近度的刷才能。刷啥呀？刷过去一点点。有那么一点点效果，但好像又没有。你也刷一半，我帮你卡着，这样你不会刷过去。要刷出血了。嗯。OK， 漱口。你觉得呢？反正没有广告上面那种那么夸张的效果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一般。是吗？嗯。没什么效果，没什么效果，奇怪了，没用呢。不一定有可能分配。我觉得单独涂这一颗，或者是旁边有一点慌，我再试一次。好。有股薄荷味的 ，OK， 直接拿纸擦、啊。我感觉牙齿变黑了。因为你比我刷干净。我还是漱一下口，漱一下。这个。不明显。Like very clean. 嗯，我再试一下粉色。还有一分钟。挺清爽的，这个牙膏凉凉的，来吗？我觉得这个比紫的好用。要来啊！有那种抛光了的效果，好像有白。哎，但每一个广告都那么就涂了明显。先涂好再说。椰子味。好吃，好吃。先是很浓郁的椰子味，然后有那种很清新的感觉，但是泡沫非常绵密，很细，这个很好。嗯，你别咽下去。嗯，更好吃，对吧？嗯，越慢越好吃。这个是西瓜，很黏啊。哦，有一个西瓜棒冰的味道。嗯。你吃过了？嗯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个没有美白功能的，还很好吃啊。嗯，这香精挑的不错。哦，嗯，那也挺香的、哦，我就尝这个。你尝啊。好，这是芒果养乐多。哎，嗯，对，这是芒果养乐多。嗯，很对，很对。我从小到大没有刷过这么多次牙。很健康啊，还要再刷两次。我对这个期待很高，因为咱俩都喜欢吃 Metro 的红丝绒蛋糕。哦，粉红色，哦，好甜。嗯 ，Apple 它有一点 Cherry 的味道，像阿尔卑斯的草莓味。嗯，大家卷。嗯，就是不像红色。没有尝出红丝绒味。哇，我今晚好甜。我一会儿还要吃的东西。我还可以吃不够吃了。好吃吗？那我要再刷一遍。然后你就可以挑你最爱的味道刷了。Last one， 桃子冰茶。我有点花了，牙龈都不出血了。我好像有点尝不出来味道了。它就是，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用过那个儿童牙膏，就是因为大人的牙膏太辣了，所以
商店有卖那种二层牙膏，那个味道是甜的，这里所有的牙膏都像二层牙膏的味道，它里面都是甜。冰红茶的味道？冰红茶，它有一点 peach 味，一点点。嗯，它闻起来有一点 peach 味。嗯，那就是那种香精 peach。当然了，不然你们会给你放果汁吗？蛀牙牙膏。有人居然带了这么多把牙膏出来旅行。